制作饮料了。我们女生队一定要做出最好喝的牛奶。我放牛奶，我放草莓汁。哈，草莓牛奶肯定很好喝。皮皮，我们做个什么好啊？嘿嘿，看我的，我的杯子里放柠檬汁。啊，柠檬汁太酸了，肯定不好喝。我再放点甜的吧。不行，咱们就要做难喝的饮料，反正也不是咱们喝。女生队，咱们交换饮料吧。好。女生队这杯看着就好喝，我要喝。我正好有点口渴了。那男生队的饮料就给你喝吧。好，我喝。真好喝。呸呸呸，怎么这么酸，我要去刷牙。哈哈，上当了吧，真好笑。皮皮，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是不对的。哼，我才不管呢。好啊，你们男生队就会欺负人，我们女生队也要做难喝的饮料。这次我要往被子里加辣椒水。等一下，妙妙，虽然你是想教训一下做坏事的男生，但是辣椒水是很危险的，如果琪琪在这里肯定也不会同意我们这么做的。这那好吧，但是皮皮那么调皮，肯定不会改正的。啊，让我用百宝箱里的透视眼镜看看男生队又做了什么饮料。哼，我这次还要做难喝的饮料。皮皮，算了吧，我感觉这样的恶作剧一点也不好玩。哼，我才没做呢，女生队肯定也会做难喝的饮料的，我这次要做臭臭的饮料。好啊，皮皮，你又要捣蛋。啊，你们怎么听见了？反正我是不会承认错误的。可恶，这个皮皮，我必须让他意识到错误。交给我吧。做午饭了，我放臭豆腐。我放皮皮最不爱吃的青菜炒蘑菇。我放寿司和用醋做的超酸酱汁。皮皮，你可以摘下眼罩了。啊，这是哪里啊？皮皮，这是我们给你做饭的地方，快吃饭吧。什么？我不要，你们肯定做的是不好吃的东西。哼，那你知道自己错了吗？不就是昨天给你们做了难喝的饮料吗？我就是想开个玩笑，真是小气。我跑。我怎么动不了啊？龙大，你快帮帮我。皮皮，你忘了昨天你还躲在角落吓唬我，害我摔倒了，我才不要帮你呢。哼，皮皮，你什么时候吃完这份饭就能走了？什么？不要啊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乱开玩笑的。皮皮，开玩笑也是有分寸的，不能伤害到别人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其实这些食物都是我用魔法变的，只要你认识到错误就能离开啦。我再也不会开让人生气的玩笑了，伙伴们可不要学我。